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葡萄做的鱼木鱼啊，小铃铛。嘿，小伙伴你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黑夜传说》第二节。嗯，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留言、谢谢大家。谢谢。来吧，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上期视频，咱们是探索发现了一栋神秘的建筑，然后咱们深入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宝藏。嗯，身上的这整套的衣服加上手中的这把武器以及还有大量的铁锭啊金锭啊，对吧？是的，没错。那么咱们这期的话先把咱们那个吸血鬼等级给它升到六级，升到六级的话需要把这个什么祭坛之柱里面的石砖换成那个铁块。好的，你把雨关一下。OK， 好 ，OK， 32个铁块取下来。诶，还有这个也给它撸掉。你现在多少级啊？我现在第四级。你确定你不先升到第五级啊？没事。这一块，还有这一块。这块不要了。嗯。OK。这石砖你留着。嗯。然后那个需要一本那个什么吸血鬼之书以及5个人类心脏，走。嘿嘿，咱们再来进攻一个猎人村庄。哦，好的，快来吧，你一个小小的猎人干什么？哎，第一个就掉星了，快来。好，来了，我已经发起进攻了，先把铁傀儡解决啊。什么东西打我？你个小村民干什么？你们，我已经今非昔比了，铁疙瘩，我就跟你战撸，西奈 ，nice， 哼，掉了个叉子，嗯，好家伙，没掉心脏，哥这边好多心脏，我来了，不要欺负我妹妹，好，2个。还差3个 ，nice。你那有几个？我这里也有，放箱子里了。我之前的水里面有个猎人，解决了先。哥，西奈，好，3个心脏。干什么？你个小村民。这个吸血鬼好讨厌哦。OK， 又成功的干掉一个。等一下，这个家伙想跑，猎人代表是吧？嘻嘻嘻。哎呦，打到自己人了。那个有能力的。呵。OK， 下一个。你那有几个西藏？我这有3个。应该够了吧？够了，这家伙远程的是吧？你们两个一起上，不要让我近身。没掉，好几个没掉了。喂，这边有好几个，让我上去，让我变蝙蝠行了吧？过分，哪里还有？我这边有2个。好像都敲灭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应该还有一个村民，他躲起来了。哦，他在房子里面，房子里面找。嗯，好。是不是搁床上睡觉呢？不会吧？这个应该是普通村民。
们的进攻呢？哦，我在这，在这，在这，白衣服的，这个家伙，猎人代表，哦，猎人专家，好像是，这，快打他，快！我先变成蝙蝠的，算了，我变人吧 ，Slash！船都给你打掉，无法摧毁，好家伙，还打不了他，打不了他，他好贼啊，好鸡贼啊！我刚刚躺在床上把他挤下来了，漂亮！再躺，快，别让他躺着，我就躺着，好，干掉了，还没结束，应该还有，好吧，这个村民是不是？来，躺床。躺床，把他挤下来。来了，这不是吧？这是一个农民。绿色的血。咱不能淋雨，淋雨的话会虚弱的。把雨关一下吧，先。好家伙，这个太阳伞不能遮雨的。这也是绿血。地下有。这小家伙也是绿血、啊。嗯。你过来。好。这小家伙我下不了手，交给你了。哎呀。还有吗？应该是掉哪儿去了吧？已经在进行捕获，看小地图。嗯。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我就是僵尸村民，小僵尸，你想干啥？好像没了呀，看小地图也没看到了，奇怪。哎，真的，这山上，这里，这房子呢？找到了，找到了，暴怒村民，对，就他。漂亮，成功了。嗯，来把心脏给我，我在你头上，我变蝙蝠呢。给我，够吗？五个够了，走。耶，完了，进来个大家伙。怎么办？我来，交给我，我给他勾给你，勾他出去。别过去，他会破坏地形，先别管他。嗯，我这里还有颗心脏，等一下我先把这一集给他升了。好的。哈？还需要纯净血液1？过分了。等一下。去哪弄啊？5级升6级，不对呀、啊，不需要那个纯净血液的。哦，要纯净血呀，那咱们得去到那个吸血鬼森林，我有办法治他，等一下。好的。哼，我先回家接点血。叫啥叫？他在破坏方块了。哇，召唤僵尸了。哪去了？在外面。你给我，没关上它。你给我上床，好像不行。你死了。为了我的村庄，我必须要保护它。好家伙，蹦的挺高的是吧？好好笑、哦、不然我这个村庄英雄是白叫的。已经消失了。他还会复活？他变成虚无的。哎，没有了，死掉了。好 ，OK， 家里面有个小僵尸，把他给干掉。好的。纯净血液的话，咱们。
得来到吸血鬼森林，然后打那个，找伯爵，前面应该有个伯爵。我两级的。嗯。大哥，我错了。我飞，哼。要找一级的。好吧。你是不是传送我了？差点摔死。看小地图，看小地图。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啊？这什么？白头海雕。好吧。这边都是普通的吸血鬼。刚好挑战一级的那个吸血鬼伯爵的话，获得他的那个血，咱们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做那个做一把武器。好吧，这边好小啊。分头找找。是不是要到晚上？这个吸血鬼头上长了鳍。啥？喏，你过来。他是有个头上有个鳍子啊。嗯，是。哥，你是不是那个蝙蝠啊？对啊。我去另外一片。看这片森林里有没有。嗯，又是个二级的伯爵。哎，一级的，快过来！好，打的就是你，看啥看？还生翅膀？把你的纯净血液给我交出来！抢夺！洗脸！哇 ，nice！ 掉了。我还有一个抗性提升，我在打二级的伯爵。你确定你打得过？我这里伯爵好多啊。是呀。一级的。死不死？哇！漂亮。二级的血。两瓶。走回家。好的。OK， 先放一瓶。来吧 ，Come on baby， 喂饱我吧。哇、哦，你看上面。好了，升到六级了。Nice。等一下，把技能点一下。嗯，先学这个吧，学这个吸血鬼之怒。然后再给他设置个按键，先设置成3吧。OK， 开启吸血鬼之怒，有力量、速度，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再生效果，但我会饿得更加快，对鲜血的渴望会更快。挺好的呀。来吧，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